我们公司呢所提供的这个健康理念呢，是这个从睡眠中创造健康。我们的创办人在8年前就是大胆假设，就是相信未来的这个养生的趋势呢，是透过睡眠来养生。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健康，这样的说法已经普遍得到认同。但睡眠养生是什么？这对许多人来说，应该还是蛮新鲜的概念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样的电位疗法呢，植入到睡觉用的床垫里面。所以这样的一个的做法，一个创新的一个做法，你只要睡觉前呢，按一个按钮，按一个按钮，那你就可以享受你想要的这个睡眠疗程。那就让这个晚上睡觉的时间呢变得更有价值。那我们新一代的这个的产品呢，我们除了有这个电位疗法之外，我们也加了这个让人可以更加容易入睡的碳纤维温热疗法，还有这个让人能够比较身心可以放松的这个深层疗法。企业要不断创新，知易难行，然而却只有创新，才能让一个品牌继续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，并且获得奖项认可。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就是可以第3次可以再次拿到这个大马保健品牌奖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肯定。那我也希望呢，透过能够拿到这样的奖项呢，也可以回馈给我们的大众，让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就是开发更好的产品。我们的展望呢，就是这个引领潮流，实现梦想，造就精英，影响世界。我们不只是提供好的产品跟服务给民众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可以培育更多的人才，让他们成为就是领袖，然后带领他们的团队呢，一起把这样的健康的理念，从睡眠中创造健康的理念呢，传到全世界。希望呢就是全世界的人呢，就是因为睡得更好，世界变得更美好。